这场比赛。对于这场比赛，我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这场比赛两队都有很多的看点，很快我们就将看到谁会是明星中的明星。在上海和天津的这场较量中，你将会看到全中国最好的一些球员的风采。飞龙是场上的大牌球星，不过卫包括外援 AI 也都是不可思议的球员。这两支球队都有很多天赋一流的球员，我们总是让对方扑到篮下。他们这个犯规就是要向对方发出信号，恍惚总是在说想在内线得分没那么容易。两罚两罚。梯队要换一名球员。韩琦外线远投三分，漂亮的三分。飞龙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扣将之一，不管在什么联赛都没什么人会不认同。在中国没有人能够接近他的水平，坦白说我觉得如果他有机会参加 NBA 的扣篮大赛，他是有可能成为冠军的。现在魏纳球梗，他也想用三分球扳回一城，可惜的是球没进。春到左侧，韩传球给莫里斯，兰德里未防守他内线，韩琦扣篮。兰德里处理球非常聪明，你可不能落空他的队友。上海比分落后。大学篮球的球迷可能还记得 AI， 他曾跟随大学队参加全国锦标赛，在那支头号球星是科里哈里斯的球队里，他作为二号选择也很厉害。明出手，这个球丢了，喷气机队反击。他在三秒区里打得太犹豫了，尤其是有防守球员贴身防他的时候。兰德里投失了，目前是第一节，刚刚进行了三分半钟多一点。到了右侧的侧翼，智出手，智乔扣篮。智仍然能够突破得分，这种犀利的突破真是让人惊叹。兰德里拿球，弹到高位，球进了，六投五中，他的命中率真的非常高。看他的扣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叫他飞龙了。垂直弹跳高度太吓人，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他都有可能是弹跳力最好的球员。被靴抢断了，来了，他们打快攻了。哇哇哇，我天哪，这个动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简直太帅了，实在是没法重复的动作呀。这记扣篮太不可思议了，不愧是飞龙，总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惊人的表现。现在 AI 拿球，卫立在侧翼，梗到外线，回传给卫，计时器还剩五秒。AI 在侧翼投了个三分球，三分球投进了。对于来到中国的 AI 来说，适应当地的文化并不容易。AI 在自我调整上做得很好，似乎已经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而有的球员就是无法适应，以至于自己的场上表现都会受到影响。AI 被吹犯规，这是他本场比赛首次犯规。韩拿球，他拿下了十三分。比赛时间还剩下三秒，他上篮得分简单粗暴。球探喜欢看到这样的能力，韩琦正在证明他有能力克服身体对抗完成终结。第一节比赛现在结束，喷气机队领先，领先八分，请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会回来。即将开打，看了喷气机队目前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防守好像是筑起了一道大门。对方的每一名投手在投篮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人挡在他们的身前。AI 就是这支球队里的美国外援，对于上海来说是很大的补强。他在美国成了落选新秀，但他的球风很适合这个联赛。计时器还剩六，回传给鱼，在雷面前投篮。这一球砸在篮筐后沿弹出去了，广州领先。强出手，
这一球让他们的比分优势扩大到了两位数。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球员跑到中国打球， AI 也加入了这股热潮。 AI 拥有很大的潜力，只是需要一些历练，在中国他有很好的机会去提升他的比赛能力。现在 AI 拿球，传球给侯东，回传给 AI， 篮球被韩抢到。很显然这支球队的明星就是他们的前锋飞龙，他几乎无所不能。无可否认，他目前是全联盟最好的前锋，有着出色的运动能力和爆发力，一旦进入状态就能够完全接管比赛。 AI 拿球，韩在防守， AI 拿球回传给鱼，低位行，这一球没投进，他现在一投零中。传球给韩，韩奇暴扣。我们知道韩奇得分能力很强，成为优秀得分手的关键在于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来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猛熊队叫了个暂停，他看到对方在内线得了太多的分，需要赶紧止住这个势头。我也这么觉得，如果他们的内线防守一直这么松散，那就麻烦大了。喷气机队要换一名球员。上半场比赛就此结束，喷气机队领先。第三节现在正式开打，双方都希望在下半场比赛中拉开比分。韩奇这场比赛表现非常抢眼。此外，针对他在上半场进攻的表现，我尤其还注意到他几乎没有浪费什么机会，几乎每一次得分机会他都能得分。其他球员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他在整场比赛里的投篮选择是现象级的。要是你看到一个不像是球员的人站在上海队的场边，那个人很有可能是 AI 的翻译。 AI 还在适应中国的生活，因此需要一位翻译来帮助他了解球队的战术和教练的意图。对于 AI 来说这并不轻松，但他做得还不错。他们继续掌控着篮板球，我想他们是更注重身体对抗的一方，这帮助他们取得了领先。哇，这个犯规太明显了，他已经准备好上罚球线。这就是韩奇的风格，一路运球破掉防守球员，突破到篮下。飞龙在联赛中打得很有统治力，据说他甚至已经引起了一些 NBA 球队的注意。飞龙还足够年轻， NBA 球队犯傻才不会关注他，他是那种能够在任何级别的比赛中取得成功的球员。第二罚也罚得不错，他这两罚都得分了。飞龙这位明星正在继续证明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球员。 AI 到外线，喂，他在被兰德里吧，传球给耿，回传给喂，薛面前投篮，喂，投丢了。他对这个高难度的篮板球志在必得，而他的身高也发挥了作用。韩出手，志乔盖帽得手。志在防守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拥有惊人的拼劲儿跟能量，因此总是能够完成封盖。猛熊队比分落后，他们正在努力想办法得分。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过球了。AI 韩在防守。AI 到外线，掷到左侧，球进了，来自 AI 的漂亮助攻。必须要称赞一下掷，面对巨大的防守压力依然能够将球打进。韩奇往内线突破，这一次没投进，他可以获得两次罚球机会。这次犯规动作很明显，裁判的哨声吹响了，邢孙被吹犯规。罚得不错，这两球都罚得很好。第三节马上要进行到两分钟了，上海球权落后八分。 AI 到外线，传球给明，侯东，AI 拿球，强在防守。AI
从篮筐前沿弹出去。第三节开局仍旧是感兵良，显然是投一中。这个跳投距离篮筐有14英尺远，强出手命中。视野和耐心，韩奇两样都有，因此他总能够找到空位的队友。猛熊队的球权 ，AI 外线远投三分，他没投进去。下半场他们的开局缓慢。他们似乎在半场休息过后就变得不会进攻了。球进了，他今天是他们最可靠的进攻选择，他出色的投篮表现带来了领先优势。传球给侯东，回传给 AI， 准备来个三分，三分投进了。这年头三分球投篮太重要了， AI 能够利用在中国打球的时间提升这方面的能力真是不错。韩出手，这一下运气不太好，猛熊队反击。这一节他的投篮命中率在下降。右侧的侧翼回传给 AI， 回传给鱼，计时器只剩6秒，传球给 AI， 投篮了。这一球有点长，广州的球权，他们先前握有12分的领先。AI 被吹犯规，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犯规了。下半场已经开始了，双方已经打了大约3分半钟，雷投失了。鱼拿球，传球给 AI。一个跳投球进了，就是该为 AI 设计像这样的战术，他接球就投的能力很强。广州比分领先，莫里斯在外线，到了中路，这个打板上篮上得漂亮。对手在内线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他们在充分利用这一点。比赛的这一环节3秒去进攻得分，他们几乎占尽了优势。现在 AI 拿球，他拿下了8分。传球给智，智在内线打得很有信心，已经造成了对手的多次犯规。他即将投出他今晚第3次和第4次罚球。第一球罚进了。这两球都罚得很好，我很喜欢智的职业态度，他帮助这支球队奠定了基调，是一位真正的领袖。到了内线，许拿球，接到传球之后，他立刻为球队拿下2分，不错的内线进攻。现在 AI 拿球，球到了桑德斯手里。AI 面对灰的防守。到了侧翼，他们还剩4秒。智到右侧，迎着莫里斯出手，智投中了。球探们就是喜欢看到这个 ，AI 一心想与队友分享球。现在温拿球，面对侯东防守。现在是温拿球，拆，这么近的距离都没投进去。3节比赛现已结束，喷气机队领先7分，请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将进入第4节的比赛，请稍后。最后一节比赛即将开打，兰德里拿球，传球给辉，兰德里一记抛投，咱们球被魏抢上。对于上海队来说，魏就是他们所依赖的那位球员，是场上真正的领袖，一举一动都会引来队友和对手的注意。现在 AI 呢，
手时间还剩6秒，回传给智，在薛面前投篮，智投偏了。广州拥有球权，7分的分差，内线，智投中了。嚯，在3秒续连拿10分了，防守简直是形同虚设呀！他们得开始派更多的人手镇守篮下。现在 AI 拿球到了右侧的侧翼，目前是第4节，双方才打了1分多钟。到了左侧侧翼，传球给智 ，AI 到外线，抢到球，外线出手，薛摘下篮球，约迪兰德里3分线外出手，篮球被猛熊队抢到。毫无疑问，为这场比赛很有存在感，给队友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据说他总是很关心队友，总会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对于他们来说，得到像魏这样的领袖和天才的关心是莫大的帮助。传球给辉，兰德里到了中路，接得助攻之后，他立刻上篮得分，真是漂亮的团队配合。他们现在统治了篮下，在篮下连续得了10分，他们不断的突到篮下，在内线得到很多出手的机会。猛熊队叫了个暂停，他看到很多球员通常能够投进的球都凭空而出，这太令人失望了。也许试试能不能造犯规上罚球线吧，这也许是一个办法，不过我希望他们最终能通过投篮找回手感。现在 AI 拿球，比赛打得如火如荼，第4节已经过去了2分钟，传球给邢，贝拿球， AI 拿球，他在被兰德里，这个球打得好， AI 在内线发动攻击，看起来打得越来越有自信。广州的球权，他们先前握有12分的领先，弹到外线， AI 被吹犯规，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犯规3次了。已经打到了第4节，比赛进行了大约2分半钟， AI 被吹犯规，这是他本场比赛第4次犯规。第4次犯规可能会让他不得不在防守上减少侵略性，毕竟他肯定不希望拿到第5次犯规。薛拿球，春到外线，低位弹，哇，我天哪，空中接力大灌篮，这球显示出了韩琦的弹跳力和空接能力，这种充满力量的扣篮真是让人大饱眼福。AI 到内线，盘在防守， AI 3分球出手，行，这个补篮补得相当不错，抢到篮板以后非常柔和的手感，拥有如此柔和的手感，要把球拨进篮筐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你得在队友投篮前就奋力卡到不错的位置。现在韩拿球，智到外线，到了内线，韩这次补篮补得非常到位，前场篮板有一些运气的成分，除非你有他这么强的能力，但是这种补篮就完全靠技术了。AI 到外线，传球给魏，回传给 AI， 计时期还剩6秒，到了中路，邢投进了。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内线得分手，他的内线进攻很有看头。目前是比赛的第4节，双方比赛时间已经超过3分半钟。现在兰德里面对 AI 的防守，现在春拿球，又回给了兰德里，智出手时间还剩6秒，韩出手，哇，对面犯规了，他准备上罚球线。韩琦很有活力和运动能力，对于防守球员来说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来看看他的罚球怎么样。他两个球都罚进了，
九分 ，AI 拿球。传球给智，回传给 AI，AI 在侧翼。薛摘下篮球，广州的球权。他们在第四节只丢了八分。韩拿球，智在防守他。漂亮的进攻高潮，直接锁定了胜局。我们现在看看他们这波进攻高潮能保持多久吧。AI 到外线，传球给耿卫到外线。AI 韩在防守。AI 投偏了。下半场他的手感冰凉，命中率非常低。现在春拿球，他没什么出手空间。韩。薛拿球，智到外线，韩到外线，回传给春。我们的直播到此结束，喷气机队在上海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对于猛熊队来说，对付飞龙和他的球队非常困难，这是一场他们很想要赢回来的比赛。这就是为什么飞龙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他真的很不好对付。喷气机队战胜了猛熊队，我是杨毅，我仅代表苏群、杨健和其他的直播团队人员感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